来装吧，什么意思？怎么装？而且 Twitch 在亚洲布的新的服务器，都想试试看。你会玩 David？ 我觉得很酷哎。David 开实况哎。哎，我的 Twitch 烂掉了。啊，不意外啊，但是 Twitch 我 Twitch 烂掉了。对。我这期的 CSS 全部不见了，为什么？1080P 这次好潮啊！哎，我想进我的主控台，进不去。刚刚怎么了？这期的 CSS 全部不见了，为什么？因为连日 GG。是因为连日本 GG 啊？才不是，我这边很正常，好不好？不知道什么我的坏掉了啊！哎，这哪根筋不对了？改不到我的说法，改天吧。我的说法很中肯，好不好？真理。等我一下哦。哎，我只有 Google 控会坏掉哎。那个什么 IE 没有问题哎，怎么一回事啊？对啊 ，DNS 查不到，算了。我记得 ，Rose 有一个 plugin 有一个功能。你要装装看吗？算了吧。我记得David没有跟我说，我快掉了，算了。我很烦呢、欸，他一直问我说，到底要写什么程式比较简单？在那边，我又不是你，我怎么知道你要写什么程式？然后一直跟我说，啊，我又不会玩，我要怎么写？告屁事，我又不会玩，真的是。一开始先 complain 一下再说。好了，可以打游戏了。来打一场 AAM 吧。准备来开始吧。哎呦，你有玩到新模式吗？嗯，你有玩到新模式吗？什么是新模式？新模式在春节的时候开放，所以现在没有了。对，没差啦。它是逆转模式，就是一般我们选角是选择角色是帮自己选，哦，帮对方选、啊，帮对面人同一个位置选。那不是玩这么玩烂角了吗？啊，就是比烂的啊！哎，你的那个谁在线上？和风信使在线上、啊、要摇吗？可以啦，你邀好了。我这个账号没加他啦，所以你没有加他哦，那我加。风花印是你的好友吗？不是，算了，我不知道他要不要玩，我就按了，我连问都不问，呵呵，超过分。唉，我刚刚干嘛我忘了？又要学弟吗？没有啊，学弟。放什么那个？不知道，那是你学弟啊？他现在大四，你学长，我学弟。风化什么？我还是很好奇他在这个整个计划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。随便啦、啊，管他看到就邀啦，我才不管是谁嘞。他是负责美工吗？还是负责企划的？还是负责管理的？奇怪，什么突然坏掉了？你觉得有点怪怪的吗？真的麻烦。这是什么？不然怎样比我当人头好一点？我们连到日本的网络都怪怪的。真理。哎、欸，没有进来，是不是不玩的意思啊？那我就走了啊。哎、欸，密码输入什么？哎、欸，原来是这个密码。等我一下，我先去改一下时空的名称，我们就开始。关系，我也都不解释，慢慢来。
奇怪哦，我的时空是烂掉了，我觉得有点，我的空才烂掉，我只有空我烂掉，我觉得很奇怪。对啊，开科技难做这种事情。电脑坏掉了，五十收。我先去。啊。五十收，你怎么把外插错？我想试一下。要回放。好了，来吧。走喽。我想说，如果小趴他们在线上，我们就可以组队打 NG 了。打什么 ？NG。三个怎么打 NG？ 三个就够了，两个路人还好啦。哦，问雷。重点就是雷才好玩啊！都说要雷雷伙伴了。谁啊？圣哦。我可以换奈德利吗？我不会完胜。欸，拿到了，我靠，真拿到了，太神秘了。甚至换图像啊。对啊，昨天那个牛超丑的，完全就不知道那个牛在丑什么的。哎，欸，跳掉了，我的一大四没了，好烦哦。实况不知道顺不顺，不知道，有人拒绝，没有开，没关系。我开60fps 的好处是什么？好处就是以后上传到 YouTube 的时候，会那个画质那边会写 1080p 60，就是 FPS 不是30，它会另外标出来，就感觉就很爽。觉得那个吸血鬼超讨厌的。吸血鬼不会玩欸，他跟我换，我让他自己放弃好了，超坏。贪生我不太会玩欸。要不然你跟那吸血鬼换啊？看他要不要跟我换啊？你跟他换啊？欸，对了，要跟我换，约瑞克要跟我换。啊？约瑞克也要跟我换，我就不会玩约瑞克啊。没人跟我换啊。你去跟吸血鬼换啦，反正都不会玩，还玩两个角色都可以，不然就丢掉啊。总是不能跟你换，我没有攀升啊。哎，欸，是你没有阿里吧？对，我没有阿里。他完全不知道 AD 还 AP 耶，欸，糟糕了。都可以吧？他那是输出角，对不对？是 AP 吧？我其实我也不知道那只 ADAP， 没有玩过，我很少看到出现。其实那一只被动是蛮恶心的，又累累吧？把人家复活，没感觉有点难打。好，哦，清满耳朵嘞。啊，耳朵？对啊。你在挖耳朵？对啊。用那个耳刮，掏耳棒。对啊，因为老家没有。哦。像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比较好，就是耳朵太干净，听就不是好事。不过算了。整理一下。我还帮电脑插个电源好。
进来喽。啊？进游戏喽。I know what they desire. 应该整理我的桌子，东西太多了。哎，打中了，打中了！哎，看滑鼠，没电了，那超级累累的。哇，有电！但好轻哦，只装一颗电池，感觉好轻哦。哎呦，被我普攻杀死了。那个毛好烦哦，再待一下。我要忘记推荐给。啊？我要打电话给一个人，我忘记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为什么我会想起来啊？因为你跟我去买花茶、啊，我一时间就忘记了。我等花点去跟他讲好了。我们家十分钟会打来十五打回去。对啊。那安妮超危险。呵。回家吃个饮料好了，不跟我。啊，差一点。嗯，惨了惨了，死掉了。打得好痛，很难过。看你那条虫哦，不要靠近。吸血鬼是白痴吗？他不太会玩啊，那个冈普朗克也不知道是橘子的样子，只好放生。哦哦哦哦哦哦！他好痛。超会躲哎、欸，高速攻击，一秒的人，没有坦吗？突然想不到，没有，
那我要撑伞还是撑东西？应该是约略，约略克要撑伞，可是他好像不知道这件事情。那我撑伞啊。快逃！蛋被躲掉了。啊！快逃！雷雷大战！不行不行不行啊！队友好雷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定死的，哎，原来我们有飞丝吗？哦，那紫色的那是飞丝哦。我还想说那是什么东西、啊？那我生产啦、啊。现在没有人生产，难度。有啊，因为这好像疑似在撑的。买一个水晶啊，在撑。他很缓欸，他超恶心的。其实我觉得我撑公子应该是比较好。好啊，你出啊。重点是靠你跳吧，我们只有你跳可以开战。那我还是要撑牛排啊，不然跳过去直接死掉。可以跳过去，你可以抓单抓啊，跳过去晕一点，然后你就倒地一点。希维尔看起来好狗，真打不到。希维尔都开那个盾，就让普攻打他。抓到了，大表妹，他把你直接开了。啊，没事，妈蛋！哎、欸，那你也喜欢那边？不要太近，他给我撞那个。哎、欸，这很难死哎、欸！他们也太王八蛋了吧！哦，这招不要靠近，不要靠近，不要去打他！想弄我，痛哦！去不？看不到人坐开。我不想干。冰鸟还在里面吗？哇，出来了。不能开，不能开。不要开，不要开，不要开！只能破格而已。这塔再不要开了。这边刚普人，这不会玩哎、欸，对小兵开那个。没关系啊，他开心就好了。干！不要开，不要开，不要开！被挑中，他的冰球看不到。你们可以扛塔，对不能开。烦欸，他哪里疼我？我来带，没看到。我们就靠他们解决好了，因为我们可以听他的，我们可以听他医疗。欸，他开大了，安全。啊，没事。你在干嘛？你待会轮门在那里？啊？你轮门在那么里面？不开啊！你没有签字，就你要点一下，我不知道你要干嘛。没事没事。他好硬哦！哎，退了退了。麻烦、啊，靠不到、啊。
能打，能打一波好了。哎，对对。谁救我啊？哎，没有啊，你是被变成灵魂。哦，真的谁那么厉害啊？哎呦，厉害！啊，钢普朗哥看起来没有要争全场的意思。那么钢普不会玩。不是钢普朗哥，我那个啊，月月哥。就没有要他出魔攻哈，他应该照建议出装出了，我猜。那我真惨了，我来自杀了。没有人真惨打不下去啊。对啊，真惨真惨。喷到了，我喷到他逆了。没中，过来点，过来点，过来点！我开那个治疗，啊，没有人过来，超级开治愈哎、欸！反正治愈就放你开啊，不开也是浪费的。好啦，我随便玩。刚才你有点强，你们吸血鬼在干嘛？因为是几次啊？七次，啊、哦！对，哇，情况不妙，队友太雷了，哇，队友也太雷了吧！我这边刚破了，刚还没有出电刀，我觉得有点有趣了。现在不流行出电刀吗？你干嘛？你不要去啊！这个一定在里面等你呢，没有？开了，干嘛？算了，我少一个，少两只。干，太嚣张了吧！开了，真的我要这么久啊？因为不会动弹我那个机，越远越久啊。就不能控制他集体时间啊？可以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没有玩过牌。对，其实你们俩确定这个话，我就打不了大点装。哦。那你被冰墙挡住了，掉了啦，掉了。应该撑点物防了。真不能开啊，这个。好可怜啊。不过我想拿过去开。冰鸟就算死了，就不要让他死啊！他这样就没有战力啊！他死还会复活哎、欸，干嘛让他死？不要杀他。对啊。那这样我就让他死。那真是蛮痛的。不要就。但是我跟谁？我灵魂。我有点不对啊。
他为什么要推？我刚推一个闪现，还是要出？他没死可恶！啊，打到冰鸟，王八蛋！死了！不能开！哎呦，可以哦！打塔打塔，快点！你没有跳一个？哦，没关系啊。要，那时候要跳一个，多牵制一个，我们就多一个那个。哎，干没干上？救命哦！是，厉害厉害，小弟配配，我快死掉了。还是打他不行，有小兵不能杀。太好啊！撤了撤了，要过去。哇，都开了，我要开。啊！我要跑啊！我没有要追他、啊。哇！嘿嘿，你去补个魔吧，是下面那一个。哦。那你应该想要杀我吧？我超痛哎、欸，单抓。那我保护你好了，我放弃他们。超想杀我！我站你左右。我好想死啊！好想买装啊！我也操控，我攻击怎么搞？冰鸟瞬间大爆发，变超级爆发，买都用。我听他死掉了。哇、啊，真死了！不会了，不会了。他们经过了没有走进巢里面，我根本不知道里面有谁。为什么要冲那么前面呢、啊？不懂。加退就好啦，打黄色的给他，然后他可以吸血。那死超多次哎、欸，少死十二次，然后一个人都没杀到啊。还要杀一个。他还有一个金人，超问号的。放塔啦，放塔。哇，还没。干掉！收一个来一个，他被剪掉了。我们走太快了，我们这两个人呢？哦，飞石好痛。好痛啊！他们。被打得像智障一样，哎，他竟然，哇，有点酷，飞丝也是蛮猛的，没关系，他想要定我。去哦，然后助攻。哎呦，可以赢了！嘿，被逃。我刚刚都能死。可以。刚刚那个熊有点猛。先把人拿住。哎呦，太快了！哎、欸、他，
标，对不对？哎，他好猛哦！你刚刚应该跟他一起上，反正你们都残血。你垃圾啊！他没死。是啊。哎，干嘛？你干嘛？没喷到，干失误。是我多么信任你啊！我差一点就上到了。是我多么信任你啊！差一点点哦。退兵啊！好，这个并没有。那我要出什么装？他妈好痛！那我们救我们巨猿垃圾。好，我应该弹起来了，大概。怎么了？用比数超级输，我们卡也超级输啊！太厉害了！比鸟在草里面。哎、欸，你要躲开，你要躲开，你要躲开！太，你们太猛了吧，你们！刚开始出来了。你要开的好好开啊！你们开失败的。没有，我刚，你看我跟我大绝。你在干嘛？你刚按取消吗？对啊，可是取消之后，他应该不是他不是会就没人吗？对啊。然后他现在又有人玩，算了，我再研究一下好了。因为他会骗人，他不会马上取消，他一样是读秒完取消。我就是真的不熟，我再研究一下。那我如果你要上，我就冲进去了哎、欸。我失误，我失误。可不信任你，真的是。他说我们可以上啊。干，你不要开啊，王八蛋啊！那是开大小啊！哎、欸，我超级残血、欸，我就太过分。这个 CD 蛮快的，转发。好，抓节奏，大概来40秒。大吗？嗯。好像。魔盒可能不够用，还是升点魔盒。我觉得倒数完这点就先不用上爆了吧。嗯。哦，月是有残血，不错不错。不过吸血管是一样烂的。过大了，好刺激！没有，我们要死了。开，太晚了。好痛哦！太晚了，开了，不好开。好了，干！妈的，不是他定我的对。
开吗？现在开了。开开开开！你要死了！哎、欸，安妮好痛哦！安妮太痛了吧？喷我一下就没血了。好坦哦，他不上去坦，有可能坦还没有上去坦。他坦我就开啊。他们少一只，赶快开啊！开开开开开开开，来不及了。你开在后面，你不用开那么后面，你就开他们主要的地方就好。没准啊，干一次被晕爆，哎，失策。刚刚在打，快点开！失败。你就开在那个要抓的那个人身上就好了，你不用开他们里面，你不用担心他们会逃跑，他反正逃跑那就是我们往前推啊，输了啦，不用打了，超级失败。Oh no！ 这个人坦，应该是你先开他冲上去。哦，结果然后吸血鬼每次被抓到，超废。那一被抓到我们就玩完了。嗯，快是吧？我本来以为他快被抓到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开打，就发现抓一下他就从满血变残血，超烂。他超补的啊。49字真的好扯哦。什么啦，我好懒谁啊。欸，我有钻石 3.5K， 好吧。看我们还是打电脑拿手胜算了，嗯，还是打电脑拿手胜去睡觉好了。可以啊，废废打电脑中，打电脑总该不会玩到输掉吧？是什么？电脑有新版本哦？有吗？我不知道呀，就是那个地图而已啊。
选手吗？哎、欸，真的很好笑哎、欸，他那个奇怪的人，他又问我说，为什么那个某某某老师的课都开在一些鸟时间？你要问他，不是问我啊，我怎么会知道嘞？又不是我开的，哎、欸，这很奇怪哎、欸。是不是很鸟哎、欸？你要玩什么？不知道哎、欸。Death to all betrayers。我们看这只。赶快选吧，你有乌迪尔吧？乌迪尔吗？对啊，很久没玩乌迪尔了。魔霜上了、啊。上路吗？嗯。那很奇怪、欸，他们要 MATLAB 写什么？写奇异类的游戏，然后我哪一个做起来比较简单？我哪知道？我没写过 MATLAB。我也不知道什么奇异类游戏哪比较简单啊？好玩就好啦。啊，然后怎样？他说什么？哎，我就跟他讲了一个游戏，随便讲一个 Windows 的游戏，然后他就说，我刚看了一下，好难玩，我连玩都不会，黄论要写，告屁事啊！你是叫我推荐，你不会玩，自己想办法啊！这人是很奇怪、欸。然后我为什么谁的课都开很鸟时，我怎么知道你很鸟时间什么时间？我根本不知道他谁，好不好？这是很烂哎、欸，怪人一个。真的、啊？你有让我们崩溃吗？哎、欸，无敌了，对，无敌了。哎、欸，哇塞，血尿工程师呢？啥？你看 LOL 左下角那版本，2015年2月18号0:16:13啊，凌晨12点在更新版本，太血尿了吧？那是蹭攻击啦。这次更新之后，好像 L O L 的画质除了最高以外，还多了一个极高。我来试试看极高画质会怎样。会挡掉啊！太糟了。我先点晕呢、欸，怎么办？没差、啊。我该点攻击哎，对。我们二等再开打好了。对啊。不然我们要什么攻击力？二等要打是要 poke 对不对？嗯。那我就用你先往回走，来我旁边啊，我连你啊。啊？要干嘛？我的大是这样子，我开局的时候先选一个角色连线，然后呢？然后只要你在我的大的范围内的话，你就可以，你不要动。我不能动了。你会先被我杀死，答复我，超爽。然后我开大的时候，我们身上有一条线嘛，就是代表可以开大。然后我开大的时候，你会变成，你会被我吸到我的身体上。然后呢？然后你要自己决定你要撞谁，你会喷出去，然后撞到那个英雄会晕眩，应该击飞啊，不是晕眩。那、啊、这个线的范围有多广？多广？就差不多这里。哎，没有啊，可以更远哎。你刚走很远了。再往外走一点点。不见又怎么办？啊？没有吗？不见哦，不见就这样，再走回来就好了。哦，他会回来啊、哦？对，你只要看到线，就是你在我的大范围内，然后、哦、然后被动是这样，就是，这样敌人看得到这条线吗？敌人看不到，他不知道是谁，我记得看不到。然后当我走草丛，他就看到了。那好像有个被动是被牵线的人，就是你。你好像，如果你把那个头上会有标记的
人打死的话会算我的。没关系啊，不介意。大家打电脑而已。干无敌二欸，好鸡哦。先破克吧，我没有攻击招。吃不到任何一只兵欸。我已经吃三只了，你还吃不到？那我会跳，王九会跳啦。王九特别跳跳机。你就打，为什么会跳啊？普攻的普攻的被动是普攻的第二下会变成跳。跳然后嘞？就位移啊，普攻的同时会位移。哦，那蛮适合放风筝的。可是很难用，它其实很难用，因为你攻击是用右键。哎、欸，好了。位移也是右键。等他们离开塔巷就可以开战了。也太不容易吃兵了吧？我要吃六只。不是啊，难吃啊。它比中路还多只。痛啊！先开无敌月好了。等什么之类的，好，杀了，可以来。再一只，可以吗？不行。来来来，过来过来。好垃圾。好烦了，打塔吧，这边不能开。带过，哎，准备撤了。果断闪现了。是啊，那会死掉啊，因为我们兵都快死了。再不跑的，被卡在塔下打。反正闪现是越来越难用的。给你破格，我就不要卡下，因为我感觉有危险。回来喽！中不到，中不到，中不到！好、哦，所以你打过了会被标记啊？嗯，我有那个另外一招可以释放那个标记。会喷一下就对了。啊，没错，把他打死了。一把打塔推掉。我觉得这个角色真的有点痛……对对对，硬着来。离开。自己先回去。好，拜拜。哦，如果我跟你在同 1.5 秒内对同一个目标进行普攻的话，就是你先普攻别人，我再普攻他的话，我就可以造成他最大生命12%的魔法伤害，很痛。普攻我再普，你先普攻，我再普攻的话，哦，这么帅啊！就是你普攻完会有一个标记，然后我如果时间内有普攻，他就会打他12%的血，帅哦。那你这是那边靠队友的、啊？对啊，我是靠队友派的啊。那个很叫一个很屌的时候啊。应该选个 IC。OK， 准备开。可以，给你了，再一只。那我有一招什么啊？我有招放一只鬼鬼、欸，干超级 support 哎、欸。这个、啊。对啊，他只能视察视野，然后撞到人会。
我会看到他的视线这样。你会看到他什么视野？对，我就看到被他撞到的人。干，好时候啊！很好笑哎、欸，可是他的定位是 AD 啊，我觉得很屌。他就是可以自己当 support 这样。来了，小心机器人应该在后面。先打无敌了，撞，还干，没撞到。你要放之前先跟我讲，我有叫你撞啊，你可以慢的。撞到太好笑了。好，再见，最后再见，哎、欸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追他？不用吧。要追啊、哦！打不死啊！没有魔了，我只是我延缓小兵过来时间好了，你们打他。我限制小兵，你们打他。啊，好，我要撤了，无敌了，来，爬掉了。掉喽。我也没有魔了，难过。你不要互拍哦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对，吸完就死光。没关系啊，你就吃啊，打电脑。看、啊、我没有魔，我就应该回家了。我撤啊。哦，好啊。这里没有带 TP， 你有带 TP， 那我们就给他 TP 啊。好贱哦。我们等下 TP 啊，我插一根眼啊。哎、欸，对吼，我忘记我有 TP 耶。对啊，我们等下 TP。可以买的。嗯。我怎么出呢？好了吗 ？TP 咯。好。走喽！哦，塔动画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持续性的，多久没有玩了？很久。从第二个塔开始就是持续性的伤害了。你痛吗？小的，但是速度很快。然后第二个塔其实是会有盾的，如果你站在自己的第二个塔旁边会有盾。哎，打，撞，撞他。知道。都快死掉了。交给你了。这么快就死掉，快死掉了。没有，没关系，突然这个就回去，这死亡 flag 了。嗯，要死了是吧？我走了，拜拜。你可以插眼吗？走吧，其实没有插了，其实我去吃个 buff 再走。中路还没推掉，为什么？他们从下路走啊，那中路放推啊，这是蛮猛的。中路谁啊？那德利，那德利很凶啊。被他识破一次，太丢脸了。你帮我推中吧。
吸血了。哪里有吸血了？读什么？是蛮猛的。这个啊，这个塔是有盾的啊。不了不起。所以你不知道墙壁中间有小门咯？你跟我讲过，但我没走过。开心推塔走。要上吗？先推这个。上。撞。机会。